这边两个都有枪，对，不得了了。近距离的部分，一个 MC 六，一个乌兹，然后在 BIU 的选手伊迪这边是只有 MC1。哇，他除非要点头，不然没机会了。哇、哦，真的点到头了，剩九发子弹吗？没有办法，真的是太伤了。但是是一个精彩的发挥哦。哦，这一把其实这样子看下来，现阶段 ENS 对于到 KIA 的压迫度，这一颗手雷进去。刚好哦，嗯，而且对方的状态很好咯，对方是二加一，又来了 S12， 不会吧？进拿这个 S12K 这样子往前撸的吗？哇，有露一点点小头，配合上这个闪光，先打第一支，后续部分的 EV 面对到龙有办法吗？就在左边，哇，直接被黑胶带走，太可惜了，猜错边了，他刚刚那个角度应该是想要看一样的位置。嗯、TSN 减员了吗？没有，四名成员的满编。CN 也是四名成员的满编，遇到 ENS 两名成员4v4v2的局势啊！哦，这个火，哇，这个烧一直烫到两只，有人跑到毒圈外面被电掉了，好惨啊 ！VK Boki 最后希望 TSM 有没有办法力挽狂澜，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。ENS 这边2v4成功一次，成功两次，后续部分就是要2v1带走 TSM 的人员拿到这把鸡吗 ？1v2这个台米没有办法，恭喜吃鸡的队伍是 ENS。这种前天到今天有多少个圈型都是？第四圈，哎呦 ，Indigo 发疯了，不给任何的活路哎。Indigo 这边，哎呀，他们在一个强势边，所以 TSM 的想法，哎呦，差一点点哦，哇！但是这边，哇，这个 Buggy 完美的停住，不让他被 K 卖掉了吗？或许部分 A 的这边再度成功带走 TSM 的 Wookie Bookie， 来到的是2v2 A 的倒地了，单犬这边一个人残血不到，在建筑区域内补血。这边其实 Perro 真的很难受，总算被打到，哇 ，Nabi 想要绕一个最短最远的方向被抓到了。对，但是圈在这一边的一个死亡其实是有告知到队友，但是Uba这边，哎呦 ，Perro 在 LZ 好准哦，但是后方。是来自 SQ 北美明星级选手的黄雀时间。嗯，这边原本是天霸在盯的，可是天霸盯一定不来盯了哦，他要来反推 DGW 哦。所以，看到 Furia 这边意识很快，嗯、他们绕右边，哇，这边哇，这一边路人 A 太漂亮的一个狗宅黑圈爆头了。面对到的是马超，连续两颗烧直接塞在你脚下，哇，好烫，好烫，烫成盒子了。哦、BRU 最后希望一个烧往前短抛，再丢一颗烟，完全不理。我以后这边是听到了一点火的温度，我有感受到什么东西？哈！哇！扔，一直扔，一直扔，一直扔，没有停过，再扔！哇！扔完一颗，还有一颗，右侧部分两倍镜对枪，哇，是没有办法成功命中。可是这边所穿烟，敌人并没有成功的穿到，再来一个位置，进去不会黑下爆，第二次直接带掉 ！Oh my god！B R U B R U， 布莱最后一打。八了 ，Oh my god， 梦里太厉害了！三 D 差距这边浪了三头，是跑到了军事基地，不太确定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，但这边是确定要打了。阿夸法的状态非常的尴尬，这边成功的击杀掉了，但是 Face 这边也连倒了两只，剩下的是 T1 的单枪以及星爵拉到了高点位的对枪，这边是没办法连压两只，发 Face 现在要面对到 T1 的 EV1 战斗，星爵才刚赶到这一波的 K 麦成功歼灭掉了 Face， 但是 Week 2D 这一边也要当黄雀了，也要跟他赔，来来。来撞了，撞了 ！K 麦一波 ，K 战队，你可以的吗？别退，妈，这个是你唯一能够一线生机的地方了。哇，他退掉了，他退到了这 T1 的怀里 ，T1 这一波的压枪直接连压两只 ，Oh my god！ 没有啥位置的。来了，大菠萝，正前方大菠萝，一车四载，火力车你没看过吧？吓死你！左右都是人，哎耶，哎哎哎，不会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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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一打四的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边炸弹超人再扔了两颗，塞了过来。哇，选择的位置是直接塞到了脚下 ，GX 全员都被136给歼灭掉了。伊恩跟136竟然没有分出胜负，两队都来。是哇，来到这么关键的角度，连续的消音 MK14 t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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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ap。Oh my god， 超舒服的一个串烧位，全部打光光。有办法吗？自闭烟连续两颗。三颗的一个烟墙延伸，在原地持续趴下来。现在是 EN 全员就只要像是蓝波一样对着这个地方直接扫射，星爵就已经不行了，完全没有办法。恭喜吃鸡的队伍 ZEN 三 D 上位啦！美国再晋级一支，剩下的是明星级选手了。Tingo 这一边，哇，一个全息的 M4 先压掉一支，被闪到了，但一级直立要扛两支吗 ？Rurina 路人 A 这边的射击没办法，白的第三颗闪光弹再度闪他受不了了，直接往右收毒射，先打。第一次、第二次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啊 ！Oh my god！ 他秒掉四个了，直接压光光。SQ
名星级选手，你给我听 ，All Play 了整团的天霸战队。第二颗烧不会吧？大哥 ，Oh my God， 唔当哦，两只、三只、四只鸡都没了，不要护也被他们光光了呀！两个蓝烧瓶全没了。有是 GX 率先推进的，要来推这一个建筑区域。唯一的一个厕所，持续的闪光弹出手，其实这边是四滴血线很危急，马上拉了回去。后续部分燕离都将爆头带走了，麻木来到的是局部的3v1四 ，Oh my god， 燕离倒地，三倍镜的压枪，但是这一波状态还很差，补起来再打重整，就在这个残波后面，第一只直接放倒，第二只带走，很可惜。后续部分 GX 成功补枪拿下这个鸡，成功晋级 Weekly Final。